是什么呢？我的梦想是要当飞机师。我想当一名船长。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天空到底有几公里？为何梦想好像离我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谢谢你们，不用客气，好朋友啊，就是要互相帮忙的呀。 是我们好朋友的生日，对呀，今天是彤彤的一岁生日哦。对，我怎么都忘记了。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家庭很大，叫马来西亚。用简单的笔画，听我慢慢说，陪我慢慢长大，我喜欢这样子表达。 欢迎收看《彤彤抱抱看》，现在为大家播报。
下一则重点新闻。别让自私住进我们心田，你让世界会更美，请让出你心里一些空间。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吧。各种动物的家，鸟儿都在自由飞翔，一起为大自然画一幅画，色彩缤纷的花，愉悦自在的畅游。耶，太棒了！ Wonderful， Wonderful， 童童欢乐园实在很棒。新童童欢乐园的第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招募新的哥哥姐姐加入统统大家庭，我们马上发出通告，一起寻找新的哥哥姐姐去。好多人呢，大家踊跃参加，场面很热闹。哥哥姐姐动起来，开始热身。统统来为你们加油打气。你们都好棒！这些有备而来的哥哥姐姐们都拿出看家本领，展现才华，准备加入统统大家庭，跟小朋友们一起成长。他们到底有多厉害？我们来看看吧。吃好吃有一大碗，吃好喝有一大罐，吃啊吃啊吃，喝啊喝啊喝，吃不完喝不完怎么办？因为我之前参加过的那些戏剧营，就是带小朋友，他们都很喜欢我。我觉得呢，这个儿童主持节目呢是非常需要有耐心的啦。还有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就比较喜欢玩耍嘛，然后有时候会闹别扭啊、闹脾气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随机应变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会人小鬼大，他不喜欢你跟他用小孩子的语气来说话。因为我们是儿童节目嘛，所以每个小孩子我们所做的一言一动都会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哦，对，最重要是他们练习出的魅力。只要撕皮花，但却比想象中要大。我把大家都装下，可以融化好多个他。哥哥姐姐们都好认真，大家都交出100分的表现。统统跟小朋友都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见。才华洋溢，哥哥姐姐也有幽默的一面，他们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非常有趣。不相信吗？我们快来看一看。准备了什么歌曲？那些歌词其实不一定是对小孩子有帮助的，其实对我们成人，对我们成人，成人哦，不是成人啊，就是自己。我会一点吉他，一点 piano， 一点鼓，还有一点。我可以翻鬼脸吗？喜怒哀乐四个表情给我们看。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抬起头，睁开眼，星星堆满天。Yeah， 看见了吗？听到了满墙壁的心声。Bunny,
것처럼 오는 아니에 나를 봉해버린 내가 난 속이만 해 在这么多哥哥姐姐当中 彤彤发现有20位表现得特别好 他们是谁呢? 我们马上来认识他们 我其实是一位童星，我就是从五岁开始出道，然后我也有和小朋友们相处过，其实我们也可以在他的身上学到东西。慧琴加油，我一定会做到我的最好。我平常有做一些舞台表演跟兼职是主持人，然后目前的正职是职业顾问。 我是Candy甄宇彤，我喜欢唱歌跳舞，然后我会吉他。我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唱歌跳舞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因为我喜欢小孩子，或者逗小孩子开心。彤彤欢乐园，他们的歌都很有意思，让人听了都会觉得很喜欢。 我来到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想当上小太阳节目主持人。说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其实是有一小段故事啦。我其实是彤彤欢乐园2的花老师。开过来绕多少世界，不确定，好危险。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我觉得我本身是一个正能量非常满和非常活泼的一个人。我的名字叫李恩赐，恩赐这个意思就是一个礼物的意思啊。小朋友大家好，今年25岁，然后身高160，目前为止是一名customer service。 我是一名幼稚园老师，我今天来参加是因为我想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模式。我一开始是蛮紧张的啦，可是我看到那些评判老师都是蛮 friendly，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我现在小孩子的思想也不是以前的小孩子的思想。 可能以一个比较 creative 的方法来教育他们，就比较有趣的。我的工作，我是音乐教师，可以跟小朋友在一起，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是一个活泼、阳光，然后非常爱笑的一个女孩。我有一个心，慢慢的爱上下去，你给我的糖，给我的浪漫的爱，暖暖的心。因为我很想小朋友啦，然后。 我又很想唱歌，想跳舞，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我接触。我就希望小朋友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就在快乐还有兴奋的环境之下，可以学习还有成长。这20位哥哥姐姐都表现得太好了，要怎么选呢？不管怎么样，彤彤我还是为小朋友们选出了6位最适合的哥哥姐姐，他们到底是谁呢？ 哈喽， 我是 Miki。 哈喽， 你们好，我是 Candy 甄宇彤。 哈喽， 我叫蜜慧。 哈喽， 我叫若璇。 哈喽， 我是 Veron。 我的名字叫做李恩赐。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爱笑的姐姐，因为坦白说，我的笑点很低，就笑。就连导演也每次讲我，就是那个若璇啊，什么都笑，这个也笑，那个也笑。 就我一点点的事情就会哈哈哈哈大笑。今天的天气好的不得了。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一名学生，就还在读书，所以学业还有培训之间就要会安排时间。学到学都不方便。在这培训，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其中的是我讲话的方式，就一直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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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自己又觉得哦，放慢速度讲话就是比较细一点，人家也听到比较清楚一点啦。我觉得自己有进步的就是啊。
想象力，就是我自己的创意不是很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然后经过这次培训之后，就有把自己的想象力就是扩大了。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见。我们回来了。选出来的哥哥姐姐各有才华，他们爱唱歌，会跳舞，讲故事也很棒，而且还非常亲切。最重要的爱好是我很喜欢尝遍美食。那么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nasi lemak，所以以后你们吃nasi lemak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一开始我想要的名字就是最直接的恩赐哥哥，可是过后我朋友告诉我，哎，你不如叫小胖哥哥吧。你每次都那么挑食，会像我一样这样吗？我觉得在这个培训里面会让我更进步的是，我比较勇于的去说我到底要什么。不挑食，不然会变成大胖子。我的爱好就是唱歌，我每无时无刻都在唱歌，我冲凉的时候也在唱歌，在餐厅等食物的时候也在唱歌，然后上课的时候也在唱歌。我的朋友就会告诉我 Miki 你可以专心上课吗？然后我的爸爸每次都会跟我讲，我带了一个收音机出门，因为我逛街的时候也在唱歌。如果哪一天我逛街的时候没有唱歌，我爸爸就会讲，哎，今天收音机坏掉了。我觉得我进步的方面就是我更加的了解我自己这一个人，我更加的知道，哎，我的肢体语言要怎么做。优势，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我可能比别人漂亮一点点，比别人漂亮一点点，一点点。我觉得在这个培训当中，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现场去即兴表演，因为当我处于紧张的时候，我的脑袋就一片空白，所以我必须要看多一些儿童节目或者是一些娱乐性的节目来多多练习自己，来丰富我自己的想象力。我为什么想要成为哥哥姐姐？是因为我当妹妹太久了。大家好，我是姐姐咪恩。我想要尝试一下当姐姐。小朋友，轻轻松松的去学习，然后轻轻松松的去生活，要做一个充满自信的一个好孩子。我会很舍不得，就是团员里面，毕竟都是跟他们在一起培训两个月了嘛，一定会有很多很舍不得的一些事情，很难忘的回忆。谢谢所有哥哥姐姐们，带着一股热情参与的心，还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他们的参与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接下来，六位哥哥姐姐将接受各种不同的培训和挑战，才能正式加入大家庭，我们下周见，拜拜。